所谓懂车的朋友，也不一定就是什么精通机械的汽车工程师。整台车子给你拆开来重新，他还能装回去。更多的是。 懂得用车，就算你是新手，对车子一窍不通，平时多了解一下，进步也很快，马上就成为懂车的人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懂车的朋友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车子的。新手朋友点个赞，收藏一下，后面说不定也找得到，还能照顾一下自己的后辈啊。首先啊，同样是去 4S 店保养，懂和不懂的朋友啊，就有明显区别了。在首次购车的用户里面，有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啊，是不清楚每次保养要做哪些项目的。哎，如果说一点都不懂，就容易被 4S 店牵着鼻子走，一杯咖啡，4S 店喝喝油。 有可能比一瓶茅台还贵啊！那你比如本来规定一万公里保养，4S 店指的保养手说，那你看，如果驾驶环境恶劣，哎，这保养周期应当适当缩短，哎，那这句话就开始吓到我们，让你五千公里去了，哎，可能新手朋友还真的就这么听。其实这里说的驾驶环境恶劣，指着是词吧？经常越野跑烂泥巴地、坑坑洼洼、石头，左右轮胎高低不一样，停在那边前后跑，平时正常开车，你哪怕是开土路也无所。 所谓的也差不多的了啊。另外呢，像是保养单上面的什么发动机清洗、节气门清洗、洗空调这些等等项目，只要车子没出故障，空调也没有发霉的这种味道，懂点车子朋友也知道，这种都是不需要做的。真要做，自己买东西自己也是搞得定的啊。那么除了去 4S 店保养有区别，平时在家养车，懂和不懂的也有区别啊。你比如说车上这种什么空气滤芯、空调滤芯、雨刮刀片，哎，很多朋友啊。 其实知道的，自己家里换换差不多的。你家里转转转能换个灯泡下来，你掐掐掐你就能把个雨刮条装进去的。那说到雨刮，我们就讲雨刮好了。那 U 型卡口的最常见了，你这么一拔。 就拆下来了，你新的再套上去扣一下，那就好了，真的很方便的。其他种类的接口也是操作上稍微有点区别，其实都挺简单的。找不到呢？更换教程的话，你直接找我家的客服去要、哦，也会免费发给你的，不要钱的啊。还有呢，像发动机的空气滤芯，听起来带个发动机呢，有点吓人了，是不是啊,啊？很专业了，其实换起来啊，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情。哎，你到发动机边上啊，那个黑色的管子连着那个盒子打开啊，哎，里面就是空气滤芯，旧的拿走，看清楚反面再放放进去就好了。和家里面你。 空气净化器换个滤芯，不能说是特别接近，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。你打开这个盖子，把里面旧的拿出来，把新的塞进去，再把盖子给关上，搞定了。那空调滤芯的话呢，有些是在发动机舱里面，有些呢是放在这个侧边的这个手套箱里面的啊，那也是旧的拿出来，新的放进去，注意一下正反。 搞定了，而且一般来说，你反的还塞不进去呢，硬塞能把这东西塞破啊！而且这些滤芯，你找什么某曼呐、某乐啊、某思啊这种大牌，搞活动的时候买非常便宜，质量也也有保证的，比四 S 店便宜好多了。四 S 店自己也不生产这玩意儿的。那么第三个方面啊，懂的朋友相比新手一点的朋友呢，是不太会盲目的去担心伤车这件事情的。不少新手朋友啊，驾照一考出，哎，就会被身边的这些老司机疯狂的轰炸各种观点。 转速不要太过高啊，上车的打方向不要原地打啊，这个车子要磨坏的，都会上车的。其实所谓的老司机们口口相传的大部分的伤车操作，工程师也不傻的，他们也是老司机，他们都考虑过的。我们还付了钱呢，买了他们的工作来，对不对？像什么转速过高啊，工程师专门有论文说过的，驾驶风格对发动机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，除非是将发动机转速经常维持在这个红线区域。我们正常开什么三千转四千转差不多的声音已经非常响了，你。 踩到红线，你试试看，你自己耳朵都不一定受得了。还有原地打方向，之前我们专门做过视频的，除了轮胎会有点额外磨损，但其他部件的影响几乎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你走路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担心鞋子的磨损？你就想这个事情，不是说鞋子不会磨损，磨了我们是换。你走的时候呢，不要这脚踩下去，往那边踩下去，这样鞋子不太会磨损。 不太会有这样的人的吧，是吧？那除了前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啊，其实，在买车的各种汽车用品上面，懂和不懂的朋友区别也明显。有哪些东西懂车的朋友根本就不会买，送我都不要；哪些东西它是有安全隐患的，别人买我也要多说两句；哪些东西，诶你不提起我也要主动去找相关的视频内容，全部都现成做好了。想看很简单的，点我头像进主页，搜索关键词“汽车用品”这四个字，现成视频现成就能看。